吃饭哦，再不来妈妈生气喽。不会，饿不饿？要不要去吃了？来，耶！宝贝乖，嗯，再吃一口。我吃饱了啦。再吃一点才长得大哦，妈妈今天都做你最喜欢吃的。每天都吃鸡腿，好烦哦。妈，弟弟又要抢我的电动了啦。妈，我要喝可乐。宝贝，今年圣诞想要什么礼物？今年圣诞我想要有三个便当。Love and Share， 台湾因爱而美丽。